全白鹅店啊，是全东部最大的卫浴卖场哦。我都觉得冷得快中风了。那我有个法宝，珍宝，温水洗净便做。他们有一个360度环绕设计，让你清洁好。今天来到喜乐市宜兰白鹅店啊，是全东部最大的卫浴卖场哦。这里是白鹅店，不是卖鹅肉的，是因为这里是白鹅村，所以才叫做宜兰店。而且附近有许多好玩的地方哦。对，没错，像昨天晚上那个百万夜景通 A 农场，带宝贝女友上去看夜景，下来再顺便泡个温泉啊，实在浪漫啊。然后还有老将自助餐。番薯皮蛋果条、宜兰葱油饼，然后还有樱桃谷。那如果呢，还想要就是有个亲子活动的话呢，就非常推荐宜兰传艺园区，那边有许多的手作课程，大人小孩可以一起同乐哦。哇，好山好水，好会下雨哦。哦，对，我跟你讲啊，这样才是架杠的宜兰啊。草莓，右手边这边是我们的仓库，啊呢。外面有一大片的空地可以让你停车，那如果你是要来自取取货的话，我们都有人员会帮你上车哦。哇，这服务这么完善啊，那带我进去看看。走，带你进去逛一波。好冷哦，教练，好想在家泡温泉。没错，我们进来展间门口就摆上各式大小的浴缸哦。那我们有提供完整的目录，做一段参让你做参考，让你在家中啊也可以享受在饭店的泡澡乐趣哦。不过啊，在泡澡前啊，我都习惯先干大事哎、欸，但是我每次在干大事的时候，都觉得冷到快中风了。那我有一个法宝，珍宝。温水洗净便做，那采用顺热式的设计，啊，既省电又温暖你的屁屁啊！哇，好温暖啊！台湾设计，台湾制造，信誉品质超有保障。做温水温四段调节，冬暖夏凉四季皆宜。接下来来到这一区是我们宜兰店的特色哦，我们放置了许多宽敞型的浴柜，那主要原因因为附近有许多的民宿、农舍以及饭店。那他们的浴室都属于比较大间，需要说宽敞型的浴柜来做一点缀。例如看这一款哈，我们右边是采用开放式的设计，让你放一些毛巾以及卫生的用品。那内门采用隐藏式的设计哈，那让我们的空间可以善加与多加利用。那接下来看到我们这一区是我们从日本平行输入的塔卡拉浴柜，那采用的材质是高品位的珐琅，特色是耐刮耐磨好整理。那它还可以搭配这些磁吸配件的小物，去增加收纳的空间。哇哦，真的吸得住哎！外面的镜柜采用双面镜的设计哦，打开可以供变成立体镜的去做使用。那右边的这边的夹层，它可以依照你的瓶瓶罐罐的高低去做高矮上去做调整。那左边这边哦，打开来有许多空间可以善加利用。另外，它这边有一个插座的设计，可供你的电动牙刷充电使用。我们日本平行输入不是只有塔卡拉，还有 TOTO 的双面镜，国际牌的三面镜。可供各位去做选择。内区是我们的厨房龙头，以及我们的摩恩瀑布型出水龙头，有黑色、银色。就像我们介绍美国第一大畅销品牌摩恩卫浴的浴柜，主打的是抗污性的极佳。那相较于其他品牌，在后勤的打扫会更为轻松且容易上手。接下来我私心推荐他们家一个龙头，他们有一个360度环绕设计，让你清洁好。还有我们的日本 Takagi 联盟头水车，轻巧便利，无论是浇花洗车都让你非常的方便哦。而这边有展示多款的淋浴花洒及龙头，让你在家中也可以享受饭店级的淋浴快感哦。我们的淋浴拉门都可以配合客人的需求做客制化的定做，以及我们信任的工班去做现场的安装哦。除了以上介绍的呢，我们还有很多品牌的卫浴设备，让你可以自行来挑选，搭配出属于自己的卫浴。而且呢，我们还会不定时推出各项专案及优惠，所以 CP 值超 high。我们有福了，我们有配合工班司机，不论你是要卫浴修缮还是添购新品，只要直接联络我们03928-9196 03928-9196，卫浴大小事尽在喜乐市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